你面前有两个雪碧，塞班啊，塞班，他俩哪个是真的呀，塞班？这个是真的哈，老大呀，你面前有两个雪碧，老大，你猜哪个是真的？老大，哪个？啊，这个是真的哈，你面前有两瓶雪碧呀，老四啊，哎，老四，你告诉老爷哪个是真的？老四，老四，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真的？老四。选一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，那萝卜和雪碧傻分不清楚啊，老四啊，这干啥呀，老四，能不能清醒点啊？不是怎么回回考试拖后腿呢，老四啊，那回回考零分啊，老四啊。